检查对头开始，嗯，检查左右及室内照后镜，嗯，检查左右及室内照后镜，哎、欸，第二阶段哦，第二关呢，哦，最高的，然后再这个再来换这个，思维辅助系统，好，检查右边，检查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倒退，检查倒车，哎、欸，思维辅助系统正常，思维辅助系统正常，哎、欸，再来。检查仪表板，检查仪表板。好、哦，最上面这个都引擎故障灯，引擎故障灯，手刹车，手刹车，手刹车，机油压力表，机油压力表，正常，正常。检查，检查，电流表，电流表。嗯，检查液压表，液压表。啊、哦，检查温度表，温度表，油表，油表。哦，转速表，转速表。哦、速度表，速度表正常，正常、哦、好，再来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装填记录卡组，装填记录卡组，装、哦、填记录卡组的时候，这个呢要把它扣起来，嗯，拔开哈，啊那个拔开，不能就安尼嘛，对，那个背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记录卡组呢，你要装填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啊，撑过这个，你知道呢？把坑的坑的放底下，好、哦、放底下，然后呢就这样，啊、哦，然后往下，嗯，啊、哦，然后呢你要调整时间，因为考官他会跟你讲说你调整几点几分，你要做出来，嗯，那怎么调呢？你看哦，这个按钮往下，它就往这边走，往上，它就往这边走，有没有？嗯，调整上下，啊、哦嗯，好，那现在是四点几分？四点，哦，好，我们讲说四点十分，啊、好好，那考官会跟你讲说调整时间，四、嗯、点十分，你就调四点十分。如果你调五点十分，就要扣十六分，因为差一个小时。嗯，啊，好，那这里面一格是五分，嗯，啊，那四点半是最长的，啊，最长最明显的，跟这个对齐、嗯、叫四点半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调好之后呢？就盖起来，嗯，哦，盖起来、哦，这个都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完成了、哦、然后呢，再往后，好、哦，这样才不会有疏忽，嗯，哪个地方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到，啊、嗯哦，所以为什么要照顺序来做？好、嗯，就是这种原因。嗯，好，这个好了之后呢，再来调整座椅，调整座椅。好，那你调整座椅的时候呢，你要把你的离合器要踩下去，嗯。是不是适合你的位置？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啊，那好了。好，调整座椅之后呢，检查头枕这个动作要出现。检查头枕。检查头枕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检查安全带。检查安全带。哎、啊，又一个哈、哦，拉一下。啊。嗯。安全带。检查安全带，然后呢，系上安全带。系上安全带。好，这个都完成了。嗯。再来。我们要发动引擎啊、哦，要来测试我们的动态刹车，到底我们刹车好不好？我们要测试一下。那么如果车子呢静止不动来踩刹车，就叫静态刹车测试。嗯，那我们要测试的是动态刹车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发动，尤其打雷，尤其打雷要刹车，要发动的时候必须要踩离合器跟刹车啊、哦，离合器刹车都要一起踩。要踩。好。发动之后呢，好，好，那么在发动之前，我们还没发动的时候呢，你要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测试这个动态刹车，啊，先检查档位，啊，好，检查档位，你离合器也当档了，检查档位正常，然后呢要发动，踩刹车，好，发动，发动，好，发动干嘛？要测试我们的动态刹车，测试刹车，哎、欸，来。拉手刹车，这个要怎么拉？你看了、啊，看一下。嗯，这样。嗯，哎、欸，这样，啊嘞，接那个机轮。嗯，右边有没有？哎呦喂！啊，这样有没有？有。机轮，机轮，还有右边一根扣子。嗯。哦，啊，你要变的话，放安度啊。嗯。啊，要给放掉一点安嘞。哦，你拉安度都无啊，一定要用这个。一定要拉那支哦。拉这个，往下拉，啊，上去。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动态刹车要测试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检查动态刹车啊。好，正常。检查刹车就进一步正常。哎、
这样正常。好了，那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现在开始要做这个我们的项目哦。嗯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必须第一个要先打左边换单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部车停下来的时候都停在右边，对不对？刚刚停左边没有嘛，嗯，都停在右边，嗯，所以我们要先排左边手刹车，啊，排左边方向灯，嗯，方向灯，然后呢，顺便呢要怎么左右摆头查看并检查速有足迹，所以这三样东西是绑在一起的，嗯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拍好点，左右摆头查看，并检查是否出去。好，好点拍了了，赶紧走啦，拍掉，恢复原来的路完了，嗯，啊，再来什么？对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么考速回来之后呢？好，考速回来之后停在这个起终点，嗯，然后呢？哎，打空档，拉手刹车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解开安全带，安全带，关掉电源。关掉电源、哦、然后呢取下记录卡纸，记录卡纸这样子往这里，然后呢关上，然后呢而且融入啊、嗯、就好了，你要离开了，所以考官他会留在最后看你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做好、嗯、再来你要下车的时候必须要两段式开车门，段式啊、哦，好，考官解腰，他是最后面下去的、嗯、要看你做什么动作、嗯、好，你来讲，下车两段式开车门，下车两段式开车门，那你刚才上车要两段式开车门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下车也要哈。好，来啊，你进入画家，然后头呢要怎么样检查后方，检查后方是否有来车，确定有来车是否来车，哎，走后方走前方要检查一下。好，好，第一段好检查，第二次摆头，啊，摆头两次就对了哈、嗯。好，确定无来车啊，对不对？确定无来车。再下去。哦，好，这样懂不懂？嗯，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你现在呢，就从你检查车辆开始，在底下重新做一次来。